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393面，393面，第三行。因身普度，我们看偈颂啊。世尊能言亦因身，有情个个随类且，又能现意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下面我们看念老的后集四句：均是唐译的原文。赞叹世间自在王佛圆明具德，世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妙用。意思是，世尊演说妙法，能于夜阴身之中普施九法界六趣四身种种异类众生，个个随其品类根性，而能闻能解佛之所说。我们先看到此地，这个里头的意思是说，世尊就是佛陀，他有能力演说妙法，佛所说的这些法全都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佛全部都把它做到了，表演给我们看。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无不如是啊，会的人无论是见见色闻声，没有不开悟的啊。经上啊常常这样讲，字字句句都是真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开悟？我们是迷失了自信，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心不觉悟，所以见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执增烦恼，不开智慧也。啊，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行有不得，凡求诸己。”我们没做这个功夫，总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外边，殊不知外面没有问题，
啊，全在自己。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个故事，许多同学都知道啊。那就是善财他会。这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是我们从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之前通通看到的。啊，为什么啊呢？善财他见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他能开悟，他能成佛。我们今天接触到了生烦恼啊，生窃情无欲啊，这什么呀？不会呀，宗门大德啊，常常勘测学生，看看学生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常问他，你会吗？真正会的人契入境界了，不会的人造业，造的善业三善道果报，造的不善业三恶道果报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在造轮回之业呀，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会的人完全不一样。啊，什么叫会？什么叫不会？事上是一桩事情，用心不一样。菩萨用心，用菩提心呐、啊！啊，经上常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是什么心啊？觉悟的心，不迷了。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上告诉我们，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啊，菩提心的作用对自己身心对身外回向发愿心。观经上讲的大乘起心论里面说，菩提心的体是大悲心，自受用身心啊，他受用啊是大悲心，体是直心啊，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啊，所以直心就是至诚心，至诚呢是真诚到极处啊，一丝毫虚妄都没有啊。啊，这叫真诚心呐、啊。什么样子才叫做一毫虚妄都没有呢？
六根接触六尘，真正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至诚心就现出来了。起心就错了，动念就怪了。真心没有念头，妄心有念头，啊，真心没有啊，这真心立念，啊，这一点我们做不到。啊，真心一发，你不但超越轮回了，你超越十法界了。为什么？用真心的人是谁？华严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别教初地，用真心呐、啊！啊，用真心叫化身大士。实教菩萨，啊，真实的实。用妄心呢？用妄心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叫全教菩萨。啊，他没有转世成智。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才叫实教，真实的。大臣，真大臣啊，还用阿赖耶，只是不分别不执着了，这叫全大臣啊，全教大臣不一样啊，全教大臣出离六道轮回，没出十法界啊，我们要学实在这上下功夫啊！啊，这个是菩提心的体，菩提心的自受用，就是至诚心对自己。啊，自受用是什么呢？古德讲身心。啊，什么叫身心？你看古人的注解，好善好德，啊，这是身心。我在最近的二三十年讲经呢，不用古人注解，我用我们的经体，啊，就是《无量寿经》经体后半段有五个字：清净平等觉。那就是身心啊，清净心不染污，平等心不动摇，觉心不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见色闻声，接触外面境界，要学到这三样啊，啊，要真正修清净平等觉，我们的受用真的佛法受用啊，啊，这所谓是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是什么？就是清净平等觉。啊，对外面呢，对外面是一片慈悲，叫大慈大悲，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就是回向发愿心呐、啊，将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啊，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特别是苦难众生，回向给他们，发愿，发四弘誓愿，发普贤十愿，发弥陀四十八愿，帮助这些迷失自信的苦难众生，肯定这些众生皆有佛性呢，跟我们自己同一个发身，同一个发心，原本是一体，只是他迷了，要用怜悯心看待他，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菩提心增长。我们不会离开菩提道啊，这才能够演说妙法。妙法就是日常生活。妙在哪里呢？相有事物，相有体空，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认真负责，心里头呢干干净净，一丝毫没有染着，这叫真功夫啊！表演不是别的，表演就是表演这个。吃饭，知不知道酸甜苦辣咸？知道，不知道你是白痴啊！你当然知道，知道而不着相就是功夫啊！知道着相是凡夫，我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那是凡夫啊！知道不着相，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那叫菩萨，这表演就在这表演的，吃饭给你表演，穿衣给你表演，工作给你表演，样样都在表演呢，你会不会看呢？五十三餐，善财童子有这个本事啊！五十三餐圆满了，他就成佛了。就是在这个世间，处事待人接物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去接触，里头清净平等觉，外面完全随缘，大慈大悲，一团和睦。我们常说的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表现出一团和净，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根本就没有动啊，那就佛菩萨。这些道理我们要懂，我们要学习，就在穿衣吃饭上学习。就在日常生活起心动念上学习。起心动念，这个念头不正，落到自私自利，落到名闻利养，落到贪嗔痴慢，这是恶业。
这个业不好，果报在三途啊！啊，善业也不好，善业在三善道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呀！啊，所以佛法它的标准，好不好的标准，是一能不能脱离轮回，能脱离轮回好，不能脱离轮回就不好。啊，善恶都不好，这个不能不晓得。要真干呢，不能干假的。干假的是骗自己，欺骗自己，欺骗不了别人。啊，那我们就错了。啊，一切法里头，第一殊胜的是念佛法门，没人知道。啊，我们如果是没有学过大乘，没有真正深入过无量寿经，我们也不知道啊。啊，往年我们用了几千小时的时间学习华严，啊，这是大乘圆教，啊，这一本无量寿经汇集本，早年我讲过十遍。去年讲过一部注解，啊，大经节演义，用了1200个小时讲圆满，啊，接着我们讲第二遍，啊，第二遍叫科注，啊。我们把无量寿经的科判汇进来了，啊，这样我们对于全经看得更详细、更明白、容易理解。啊，我们也预定1200个小时。啊，现在已经讲到200多个小时了，今年2012年，全世界许许多多人都在谈论，这是一个灾难年。啊，对我们念佛的人来说，学佛的人来说，学道的人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啊，让我们不能不克气取证。啊，我们要契入佛陀境界。啊，那时间呢，还有300天。这300天重要啊，每一天都要抓住啊，一天都不可以空过啊。啊，现在我们真正明白，真正觉悟了，事出世间，第一桩善事，第一桩好事，第一桩大事，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好。这一句佛号能度自己，能帮助众生，啊，能化解灾难，
如果不能，我又何必每一天在这里讲4个小时呢？我还要读4个小时。每一天读4个小时，讲4个小时。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化解灾难。我们念佛的功夫对净宗认识越清楚，那个力量越大。所以这个经不能不讲，不能不细讲。越清楚力量越大，你的信心越真，愿力越切。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道理在这个地方啊。大经节演义，现在有一个，我看到有个机器，像这个录音机一样。这里面全部的大经节演义，就是上一次讲的，1200个小时。就一个小机器装在身上，随身可以听，它还有荧幕，还看得到画面，就像看小的电视一样。这是现在的科技，了不起，太方便了，一个小香烟盒一样装在口袋上，1200多个小时的这个经全部在里头。这个听说不贵，应该大量的做，大量的流通，念佛人把念佛的道理、念佛的功德、念佛的利益、念佛的方法，都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一生自度。没问题，决定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这一生在这个地球上叫最后生，以后不来了，以后再来是菩萨，不是业报身了，我跟地球上的业了了。再来是菩萨示现的，是应化身，到这来是度众生的，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不是为自己，这是不能不知道，所以演说妙法，着重在演，演就是做到，做到说出来就有味道。能感动人呐！没有做到，光能说到，那个说的音声都不踏实。那为什么自己没做到嘛？那不踏实，所以让别人听了之后就半信半疑。没有办法了，帮助人建立信心，增长信心。自己真做到了，就踏踏实实。一点怀疑都没有，才帮助别人起信，帮助别人断疑，道理在此地，一定要先做到再说到，能于一人生中，这个是宁心见性，自信。本具的神通道理现前了，确确实实，你以一因说法，普实九法界，九法界是
六道啊，再加上声闻缘觉菩萨，这叫九法界啊。九法界六趣啊，六趣是六道啊，九法界都包了。四生是胎卵石化啊，大概把所有众生之类全都包括了。种种异类众生，是个个呢随其频率更新，而能闻能解佛之所说，这不可思议啊！佛菩萨说话真有这个能力啊！我们是这个能力失掉了，不是真的失掉，迷失了。什么时候觉悟了，这个能力就恢复了。啊，譬如鬼神，能懂人的言语，啊，这个地球上语言很复杂了。啊，中国的方言不止几百种啊。啊，可是鬼神都有能力，都知道。啊，不但鬼神，我们看日本江本博士对水的实验，水是矿物，他也有能力。啊，各种不同的言语文字他没学过，但是他全知道。字他认识，语言他听得懂，那很奇怪的事情啊！啊，这一杯水放在这个地方啊，像这样一杯水，我写一个"爱"字，贴到那里，啊，放一个小时。再把这个水取出来，放在冰箱给它冷冻，摄氏-5°，它就结成雪花。放在显微镜里面去看，它的反应啊，非常美的图案。如果我写个恨，贴在那里，那个图案就非常相反，非常难看。这说明说，他认识字，各种不同的文字他全都认识。这什么？这叫本能。我们也有，谁有？我们当然有。啊，那么今天诸佛菩萨，他没有障碍，他开悟了，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文字他懂，他都看得懂，无论什么样的言语他都没障碍，全通了啊。我们从水试验这个地方啊，能得到证明，能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本能，本能从哪来？自性本来具足。啊，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本能。啊，慧能大师开悟也透出这个意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的什么？具足的智慧、德能、相好。这本能呢，本能里头有无量智慧，有无量的德能，有无量的相好，不在外头啊。
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阿弥陀佛48愿德能自然的成就，用佛法讲呢，功德。意念这个能量真的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用意念的能量建造了西方极乐世界。今天这个地球是我们地球上居民意念造成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意念？大多数的人起心动念是自私自利，是名闻利养，是贪嗔痴慢这种意念。这些意念造成的是世界社会混乱，地球上灾难这么多，这诸位说不是自然的，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是最健康的。佛教我们随顺自然呐。那你的生活就是幸福美满。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随顺自然，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就是啊。好啊，真的是难得了。世人言语常因方言问题、知识水平问题而不能解这世间人的苦恼啊，这迷了吗？这个问题，世间人有，谁没有？谁什么语言他都知道，什么文字他都知道，他都能理解。从他的反应，我们全部能看得出来。然后，我们做实验嘛。确实有不少小学生、初中学生去做实验，发现说花草树木也懂得，都懂得人的意思乃至于用两个馒头做实验同一个蒸笼蒸出来的两个馒头放在两个地方，一个馒头说我喜欢你我爱你，那个时候我恨你，我讨厌你放上一个星期，对他善意的这个馒头的时候发酵了颜色是黄色的，很香很好闻。对他恶意的那个馒头一个星期说他变黑了，气味很难闻。你看那馒头都知道这个实验不止做一次每一次都成功我们现在人确实连个植物都不如，连水都不如这应该要生惭愧心我们是万物之灵像他比我灵，我都不如他。一定要认真去学习，恢复我们自己的灵性恢复我们自己的性德学佛就真的有受用了。
啊，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身心健康，啊，改变了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小环境是这个地区，啊，香港这个地区，大环境是这个地球，是太阳系，是银河系。啊，能不能改变银河系？能，答案都是肯定的。啊，问题在我们自己，能不能真正做到像师尊所说的，智心一处？啊，关键在此地。果然能智心一处，下面接住一句话，就是无事不办，没有你办不成功的事情。只要智心一处，啊，世尊在妙用无穷啊！啊，为什么？他障碍没有了，障碍统统放下了。啊，障碍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念佛人，我们要学前面记字里面所说的坚固不动啊，要学这个本事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记住要学如如不动啊，不要让外面境界影响我，这就对了啊。我们如果常常受外面环境的影响，什么事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你是浮动的，你如如不动，像一座金山一样，你就成功了。啊，如如不动，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对于外面境界样样明了，是真明了，不是假的。啊，外面一切现象，性相离世因果，通通了解。啊，为什么？如如不动是你的本能起作用，它没有障碍。啊，心一动啊，障碍就产生了。古德常说：“临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这个道人是什么？是在修行还没成功。啊，不要去障碍他。那个道人真正修成功了，你搅不动了。啊，到搅不动的时候，就是世尊八相尘道里面的降魔。啊，魔来诱惑，魔来扰乱，威胁利诱，佛如如不动。
若无其事，魔到最后自动走掉了，这不起作用嘛。起作用你就上当了，那不起作用啊，魔自然就退了。世尊降魔教我们的，我们要学啊。这个本事要学会呀、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修行人魔障太多啊，没有办法招架了。你要学会了没事啊，魔来的时候对你是有好处的，帮你提升境界，你通过了你就提升了。你通不过呢，通不过你堕落了，你就往下降了，等于说是来考试你的，不是坏事情啊。在这个世间无论活多少年，每一天都接受考试啊，天天都通过，你说你多快乐啊，你才晓得我这一生的决定会成佛。你看了天天通过啊，没有一天被考倒的。那哪一天一考倒了，那你就要忏悔了，你就要提高警觉了。怕的是六道轮回出不去。所以怎么办呢？经不可不读啊。经不可以不讲啊！为什么叫你讲？讲比你读功夫要深。你讲一遍呢，等于读一百遍。所以你能够讲，比自己读那个功夫深呐、功德大了。这从前呢，我们学佛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看我们这些没有福报的、没有智慧的、寿命不长的，那个老人有经验呢，他有道行呢，看到这个学生，可怜他。就劝他出来学讲经。讲经怎么样？能够增长福慧，能够延长寿命。真的呀！我这就是老师教的。确实，这三种效果都收到了。福报增长，智慧增长。寿命增长，这三个都得到了。我的寿命45岁呀、今年就是这86了，你看延长多少？我自己没有求长寿，也没有求富贵。我只是求生极乐世界，就这么一个念头。其他的念头没有。这个世间我什么都不想。净宗学了这么多年，在以前是学大乘。从大乘最后归到净宗，不再有念头了。就是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对世间法呢，随缘，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利益佛教的事情，我真干了。
啊，全心全力的感恩，不是利益众生的，不是利益佛教的，我不干了。啊，我在这个里头什么都不求。啊，你就自在了。那么这说到佛的妙用啊，夜因说法能令一切众生随类得解，更不可思议者呢，乃于任何一个声音圆具如是无边不可思议妙用。这句话很不好懂，啊，下面虽然有这个注解，正显超情立见之华严四时无碍境界，这解释没错，可是还是不好懂。啊，所以经教不能不认真的学，而且要长时间的学。啊，不懂不怕，我一遍一遍的学。啊，古德教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为什么？自见是你的本能。这个书念上一千遍。本能就现前，本能是定嘛。你到如如不动，本能就现前了。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本能就现前了，圆满现前。啊，贵在放得下了。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本能就现前了。啊，化身菩萨、诸佛如来，这些东西通通没有啊！啊，超情立见。啊，情是世间的情执。超越了，没有情执了。啊，情执是烦恼障，这个见呢，见是所知障，两种障碍都离开了。啊，《华严经》上讲的四时无碍的境界。啊，前面我们学过《华严》的十玄。这是念老应用华严十玄，证明本经也具足十玄。这个意思就是本经跟华严是一不是二，无二无别。啊，我把华严经停下来讲这部经，真正懂得的人知道我还是讲《华严经》，这一部经是《华严经》的精华。是《华严经》的纲要，是《华严经》最精彩的一部分，没有离开呀。啊，古大德所谓的《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即是大本无量寿经。看，它是一部啊，
内容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华严具足十玄，本经也具足十玄。华严普贤行愿品曰：一切如来与清净，一言具众应深海，随诸众生亦乐音，亦曰流佛遍财海。此即正于本经，世尊能言一音声，众生随类啊，有情个个随类解，是一个意思。啊，一切如来，不是指哪一尊佛，只要成佛了，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这个智慧。你成佛也是这样的，成佛实在不难，因为你本来是佛，现在想成佛，等于说佛是你的老家，现在想回老家，哪有去不成的道理？啊，问题是要把这些障碍排除。啊，障碍就是烦恼、习气，还有是业障。啊，那么这个法门。好在哪里呢？不必要断烦恼，也不要消业障，你就能到极乐世界去见佛，在极乐世界修学就圆满。这个太难得了。啊，一切经里面都说，烦恼不断，业障不消，你是寸步难行，你不能成就啊！啊，为什么这个情形？经文上讲的非常透彻，啊，讲的一些道理。你真正搞明白了，你相信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修念佛法门最重要的，认识阿弥陀佛，认识极乐世界，你的信心才能升得起来。你对极乐世界很含糊，对于阿弥陀佛一知半解，你的信心建不起来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阿弥陀佛，无量劫前就修学大成了，生生世世无量劫，啊，在这期间，这有一次，这经上给我们介绍的，他走过黄。
啊，我们知道，世间大富大贵之人，那个福德从哪来的？全是在佛门修得的，才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他做过王，叫释绕王。啊，同一个时代，有一尊佛出世，这前面介绍过的，世间自在王如来，他听佛讲经，根底深厚啊，无量劫的修行，所以一听就开悟了。啊，开悟之后，他把过往舍弃了。出家了啊，跟佛出家，佛给他的法名叫法藏，法藏比丘啊，在佛的面前发42、48愿啊，这是底下一品就讲到了，要讲48愿。啊，这48愿，我在前头跟大家简单报告过，是四弘誓愿，具体的落实。四弘誓愿只提个纲领，怎么去落实？阿弥陀佛跟我们说出来。啊，愿发了，要真干。要不真干，这个愿是假的，不是真的，落空了。啊，他真干，真修啊，用了无尽的时间，每一愿都落实了。啊，48愿。无界修行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佛告诉我们十劫啊，十劫，在诸佛刹土里面，他很新啊，新新的一个佛国土啊，只有十劫，其他诸佛刹土都是千劫万劫无量劫啊，极乐世界才修成才成立的。那么这十劫当中，每一天诸位想想，他戒淫的对象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以这个为主。众生苦啊，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他用的这方法，这就是他的愿力，大智大德大能的加持，让这些众生念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阿弥陀佛都可以啊，这一句佛号把你的烦恼，你烦恼不要断，你老念这句佛，烦恼自然就没有了，业障不要消除，时间久了业障也不见了，断烦恼消业障啊，就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你们注意心里想想看，如果我这个心24小时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
烦恼跟业障不见了，自然就没有了。天天如是啊，一年360天，10年36000天啊，3600天的，哎，就没有了，就消掉了。啊，念念在消啊！啊，一天念一天消，10天念10天消。这还得了吗？不必用另外的方法。所以佛有深念彼生的大愿，你真正肯相信，真正想求生，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那换句话说，一念生念都能把你的烦恼业障消掉。84000法门，你去找，你找不到啊！千经万论也找不到这个说法。这个法门叫难心之法，哎，但是很容易做到。难信易行，啊，末法9000年，释迦牟尼佛末法9000年。什么方法能度这末法9000年的众生呢？就是这个办法啊！所以《法灭尽经》里面说，佛法将来灭尽，最后灭的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灭后之后，阿弥陀佛的名号还在这个世间留100年。啊，到那个时候听这一句佛号都能读啊，条件非常简单，真信真愿，我真念啊，念的时候要记住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叫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8个字跟觉明妙行菩萨所讲的是一个意思，但是觉明妙行菩萨讲的好懂啊，他讲9个字：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不夹杂，就是度摄六根。不间断呢，就是净念相继，他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意思完全一样啊！念佛可不能怀疑啊，怀疑你的功夫就破了啊，不能够夹杂啊，这都不容易啊！啊，怎样才能不怀疑？理事搞清楚了，我就不怀疑了啊，理跟事呢都在这部经上啊，所以这部经啊可以天天读，每一天至少读一遍，这经不长，念熟了大概40分钟啊，初念2个小时够了啊，恭恭敬敬如同面对阿弥陀佛，要以这样的恭敬心去读啊，就有感应了。
然后有时间就念佛。啊，地贤老法师教锅炉匠，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啊，在家的同修有家务事情，工作的时候专心去工作，把佛号放下。工作完了之后，佛号就提起来。这都叫静念相继。啊，这个事情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做起来呀，也得要功夫，要有恒心，要有毅力。啊，开始学的时候会断断续续，常常忘掉了，忘掉叫生念呐。啊，这就是业障的现象。啊，自己要勇猛精进，把这个懈怠懒散呢，要把它打掉。啊，方法过人，体能不相同，生活环境不一样，所以自己要能够调适。啊，精神提不起来的时候，我拜佛。啊，坐在那念佛不行，打瞌睡呀。精神提不起来呀，啊，精行绕佛，走着念。经文要是熟透了，可以背诵。啊，我一面经行呢，一面背诵经典。实际上，经行这两个字是天台家修行的方法，就是像散步一样。啊，这是什么？背诵《华严经》。啊，天台是以华啊《法华经》《法华》为主。啊，《法华经》的念的能背也，啊，经行是读经的，啊，我们这个经比《法华经》短很多，《法华》七卷，这只是一卷，《法华经》的七分之一。啊，读这部经，啊，那现在还有个方法。有读经的这些机器，啊，随身听，里面的经片呢，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啊，你戴上耳机，跟着念佛几念，好啊。啊，没有精行的这个条件，也具足了精行条件，这是好事情。啊，念佛的速度有三种。啊，慢的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中等的是一个小时，快的还要40分钟。啊，这个机器的三种速度都有，由你自己选择。要读经，要念佛，千万不要忘记，天天要干。念佛时间越多越好，要认真去干，万缘放下。啊，今年是2012第一天，
希望我们每一天都不空过，每一天都有进步。啊，这个灾难年，我们平安度过。啊，我们自己能平安度过，也就能帮助别人平安度过。啊，为什么呢？古人有个谚语说得好：一个人有福，有福报，哎，连带有。这一个人有福报啊，我们这个地区的人都沾他的光，都不会遭难。啊，你一个人真的修行好，我们就沾你的光。啊，科学家有数据，有这个数据的报告，100万人的都市，啊，这个都市100万人，有100个人真正修行，这个地区不遭难。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啊，香港这个地区，大概有300-400万人，有300-400个人真正念佛，这个地区就没有灾难。啊，集合大众，啊，大概是最近吧，日期我不晓得。香港圣贤教育学会，啊，发起办一个万人念佛大会，这个方法是治标不治本。啊，好处是提醒大家要念佛。啊，真真治本呢，真的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念佛堂。啊，有一些大德法师真正发心来临终，念佛不要间断。啊，像我在过去提倡的三世信念，啊，这一个法会呀，做700天，人数不拘多少，啊，对于这一个地区，确实能够减少灾难，啊，纵然不能完全化解。灾难大幅度的减轻，或者灾难向后推迟，这都是好事情啊！啊，应该要做啊！啊，我虽然没有做过，我知道这个是好东西，好方法，啊，我鼓励别人做，劝勉别人做。啊，我做的这个工作别人做不了，我一个人做。啊，临终念佛顶多学3个月就会了，大家都可以去做啊。啊，我的工作就是把念佛法门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啊，让我们把疑惑断掉，啊，真正生起信心，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接着下面说，一身中有无量身，无量身中之一业身，皆有无边妙用啊！能随众生之意乐，夜夜流出无量之慧辩，使众生得闻、得解、得度。这个得度就是悟入啊，他真开悟了，契入境界了。此即是圣学门中主办圆明具德门。这跟华严没有两样啊！啊，一法圆满，一切法的功德，所以叫圆明具德。啊，我们今天的一法就是念佛，信愿持名。啊，就一句佛号，念六个字可以，念四个字也可以。用心最重要了，啊，用清净心、平等心、真诚慈悲心、感应不可思议，那么经里面告诉我们，自在王如来圆说一切法，度无边啊，普度无边众啊，世皆圆明具德。可见本经呢，是与华严一味呀，啊，跟华严相同，没有两样啊。我们看底下一段，上就是前面这一段，明如来之语密。啊，这个密不是秘密，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啊，秘密是不能告人的事情，佛法没有，佛法这个密是深密，它的理太深了啊，不是一般初学能够理解啊，称之为密啊，密宗的密是这个意思，叫三密相应啊，深密、语密、意密，这三密相应的 啊，这是语密。下云，又能现意妙色身，普实众生随力见。啊，佛菩萨有这个能力。三个人都见到观音菩萨了，同时见到的，同处见到的。啊，回头三个人呢？在一起互相说说，你见到观音菩萨是什么样子？哎呦，三个人不一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香港的圣依法师，在80年代，大陆还没开放，啊，他跟另外一个法师也是香港的，
两位香港法师到大陆去朝观世音菩萨，到普陀山梵音洞，我没去过，我是听圣依法师告诉我的。有一位大陆的法师陪他，三个人一起去。这个是朝音洞吧，去拜观音。他们在洞门口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现身了，他们好欢喜，观音菩萨的像在面前，他们又拜了半个钟点，当地有些管这个地方的人。告诉他们，你们时间在这待太久了，你们回去，再回去。在路上呢，三个人就在讨论，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深夜法师所看到的，戴毗卢帽，全身是金色，站到的像，全身金色。另外一位法师呢，是从香港去的，他见的是白衣观音，大陆上那个法师也见到了，见到是个比丘像，就是出家的僧人，三个人同时同处看到的，居然不是一样的像。又能现意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这个随类，这三个都是出家人，见到的观世音菩萨像不一样。这一句话还有深的意思：六道众生前，菩萨现的是六道众生相，我们佛门的同学有很多人呢，见过放焰口。放焰口是什么意思呢？请鬼众吃饭。饿鬼也。得一点饮食很不容易，就布施饮食，请鬼众来吃饭。吃饭的时候，诵经、念咒啊，超度他们。是这一种这个法会，这种性质。堰口台对面供了一个鬼王。浇面大师，通常用纸扎的，青面獠牙。这鬼王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化身。观世音菩萨在鬼道现鬼道的身，跟他们的身一样，便于度化了。在人道里面现人身，在天道现天身，在哪一道现哪一道身，在畜生道现畜生身，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一些大菩萨，
他们是从果行因，从果行因，他们本身就根本没有相。那为什么呢？他住在常寂光里头，古佛住常寂光啊，妙觉如来啊。啊，等觉，41位法身大师住暴徒。有相啊，常寂光没有相。实际上，佛法讲的这是大的世界，六道是个小的世界，很相似。那常寂光呢？恒祥像啊，我们这个世界的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没有生相，但是它有精神现象，它有自然现象，它没有物质现象啊，叫无色界天啊。常寂光不一样，常寂光不但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都没有，真叫干净啊。啊，虽然没有相，它能现一切相。啊，众生有感，它就有应。啊，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这个感应的时候就现象。啊，现象呢是随着众生的念头，不是随自己，自己没有念头。众生想见佛，他就现佛像；众生想见菩萨，他就现菩萨像。你想什么，他就现什么。妙啊！啊，所以能现一妙色身呢，菩萨众生随类见。那么这个两句，显世尊的身密啊，这也是不是秘密很深的道理在里头啊，啊，能现微妙的色身。啊，微妙色身是随众生心变化的。啊，普世种种众生，个个随其频率不同。这个频率就是意念。啊，众生的意思念头。啊，随他的意念呢，自自然然他见到佛身，啊，见到不一样的佛身，啊，像圣依法师，啊，那一次去朝普陀山，3个出家人意念不一样，看到观音菩萨身像不相同，但是都看到了。那佛身可别为无，通常我们讲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啊，这个地方讲五种，还有化身、等流身啊，这下面有解释。第一，法身。法身是自性身，名为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遍一切处。那么我们要问，法身有没有身？没有。
法身就是自性的本体，慧能大师见到了，明心见性呐、啊，他见到了，法身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形容他所见到的法身。第一句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法身从来没有染污过。纵然堕阿鼻地狱也没染污，本自清净呐。第二个呢，不生不灭，本无生灭，他没有生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圆满的去处，没有一样欠缺。但是佛通常讲呢，举三个例子：智慧、德能、相好。实在讲的是，是一切具足，圆满具足。所以具足啊。不信因为这些智慧的能相好啊，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它要不具足，它怎么能信？幕后一句说能生万法，它要不具足就不能生万法。有缘万法就现了，没有缘万法就隐了，不是没有，你就看不见了，都不见了。自性本无动摇，它不动的。那叫自性本定。修行里头常讲，自性本定。所以本定是真心，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妄标准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慧能大师坚信，把这个自信的样子用这五句话形容出来，无足忍和尚是再来人呐，他一听就明白了，给他做证明，他真见性了，不是假的，衣钵就传给他了。禅宗第六代祖这是自性身法身是自性身遍一切处，乃中道离体，离一切相，即诸希论，具无边真经功德，为佛与佛之境界这是究竟果地上的境界，等觉还没有达到等觉还有相，妙觉没有相了
啊，中道离体，言语道断，心行出灭。通常用四个字去形容它，不可思议。啊，你不能去想，你想就错了，你也不能去说，说就开口变错，动念皆拐。啊，这是中道离体，就是说的自性。啊，它离一切相。我们今天科学讲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三种都没有，他都离了。啊，记住析论，析论就是思想、言说都达不到，啊，都不相干。但是他具足无边真经功德，因为他能够现象。他能够现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怎么现的？现没有先后，啊，科学家讲这个宇宙从大爆炸发生的，这个讲不通。啊，佛家讲的不是爆炸，佛家讲一时顿现。没有先后，也没有时间长短，就是一念。啊，一念圆满的现前了。这一念什么时候？就在当下。就在当初，没有先后，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无始什么？没有开始。没有始，当然就没有终。有始就有终啊，没有始哪来的终呢？没有生，哪来的灭呢？如果真的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那叫废话了，这话毫无意义了。啊，大乘教里给我们说，生灭即是不生灭，不生灭即是生灭。生灭同时，啊，这个话很难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我们今天在时间是用秒做单位。啊，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相信有人比我弹得快，应该可以弹5次。如果再乘5，一秒钟多少个念头啊？1600兆。啊，10000000。1600兆分之1秒，那叫一念。这一念里面就具足一切法。但是这个一切法的时间非常之短，一秒钟里头，这个念头起了多少次？1600兆。我们在一秒钟里面才清清楚楚看到这个境界，哪里知道这个境界已经
换了1600兆次了。所以叫不生不灭，它真有生灭，但是生灭你不看不到它了，你找不到它。只有连续的生灭，你才感觉到，哎，我见到了。啊，单独一个生灭，你是决定找不到它的。啊，这近代量子学家也发现了，他也说清楚了。啊，宇宙之间没有任何一个物体是独立存在的。这是研究到最小的物质，啊，基本粒子、夸克，啊，现在讲到中微子，啊，这就是物质现象，物质的真相。啊，真相呢？说明根本就没有物质。物质从哪来？从念头产生的。啊，这个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念头产生的，念头从哪里来的？啊，科学家在追究啊，念头从哪来？啊，现在他们的报告是，念头是无中生有，啊，突然蹦出来。马上就消失，啊！佛讲得清楚，一念不觉，这是最初。这一念不觉没有原因，一念不觉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现在数学里头叫归零。啊，一念不觉。啊，就出现了一个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啊，本自性是真心。一念不觉，从真心里面。出现了一个妄心，妄心里头有三细相，就是三种现象。第一个是业相，业相是波动现象，啊，就是一秒钟1600兆的波动，这业相，科学家称它做能量。啊，从业相变成转向，啊，速度都很快。转向科学家说它叫信息，是精神现象。从转向又变成了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现象。啊，确实它是有次第的，能量。变成转向，转向变成境界相。啊，用科学家的名词说，能量变成信息，信息变成物质。在多长的时间完成呢？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你看，那么短的时间，它里头还有三个阶层，所以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啊，好像它是同时的，其实它有次第的。啊，这样微细呀，这是宇宙的奥秘呀。啊，精神物质从哪来的？啊，现在找到了，找到跟佛说的一模一样。啊，佛说这个东西3000年前讲的。讲的比科学还透彻，啊，还具体。科学家讲的没这么清楚，
所以佛法是高等科学啊。真的是大学问呐、啊！啊，这把宇宙的缘起找出来了。啊，宇宙确实，通通离不开循环，就跟数学一样，从零点出发，最后还归到零点。那、啊、化身就是零点，自性身。从这里一念不觉就起了无明，啊，就起了这个波动现象。这个现象继续发展，越迷越深，他不回头。啊，到最后觉悟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如果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又回归到原点，原点就是常寂光，就是法身，又回到法身了，叫正得清净法身，就正得了啊。那么当中这些身相报身、应身、化身、等流身，全部是它起作用。这个作用是，就是在大宇宙循环过程当中，它所起的作用，不外乎这些身。这些身有自力帮助自己提升的，有的是帮助别人提升的。啊，最后还归到原点呐、啊！啊，所以他确实啊，自性里头具足无边真经功德，啊，就是佛在华严里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跟这一句意思完全相同。啊，那佛与佛的境界，啊，只有你成佛，你才能见到。你才能完全明了啊，知道那个零点不可思议啊。现在科学家也有这个说法啊，所以他称之为零点的能量点啊，零的能量点啊。他说这个里头有巨大的能量，有不可思议啊，自性本具啊，它没有生灭，它没有来处啊，啊，没有任何现象能生能现一切现象啊，这是报身啊，这个法身，法身比较难懂一点啊，法身是体，以后全是讲用。用就比较容易懂，啊，体很难懂，啊，佛说为真方知，啊，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知道了，你就证得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是难，我们先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再去证得清净法身，啊，回归常寂光。啊，就功德圆满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啊，法喜充满。啊，谢谢大家。